大家好，我是郑怡杰分析师，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台北股市现货以及十月期指今天出现一个上冲下洗的区间震荡盘。那么此时此刻呢，是刚好中午十二点整，整个呢十月期指都还没收盘。我们先来看一下十月期指到十二点目前的一个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整个十月期指它是出现一个怎样多空交战激烈而遭到这个轰天雷画面哦，麻烦一下。多空交战激烈的一个行情啊，它可以说是一个上冲下洗的一个区间震荡盘，目前大概是在十二点这附近，我们可以看到嘞，全部都重来嘛，我也觉得刚刚那个。大家好，我是郑怡杰分析师，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台北股市现货以及十月期指今天出现个上冲下洗的区间震荡盘。那么现在是十二点整，中午的十二点整。曾老师今天非常非常开心愉快的提前十二点呢来录制这个整个周末的一个节目。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十月期指今天的变化哦，这是今天整个十月期指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早上呢，它呢到十二点为止，多空交战激烈，出现一个上冲下洗、上冲下洗的一个区间震荡盘。此时此刻呢，期货的买卖现象呢，大概是下跌了17点哦，维持在区间震荡的一个格局。那么今天呢是礼拜五，接下来呢就要迎接美好的中秋佳节哦，要连续放三天假哦。那曾老师的心情是非常的开心愉快，为什么非常开心愉快？我们来看一下哦。开心愉快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中秋佳节的三天连假，曾老师今天带领的会员操作啊，我们是很快乐的提早收工放假去。那么你可能会觉得哦，今天这么提早收工好像赢不到什么点数，对不对？不对，今天我们不但提早收工，而且这个点数啊，我相信绝对是会让很多投资朋友，如果你不是我会员的话，绝对会非常的羡慕。为什么非常羡慕？因为我们很早就收工，而且那个点数啊，各位等一下你看完之后啊，我保证你会羡慕不已。我相信此时此刻还有很多人呢还在奋战，那奋战呢一定赢吗？不一定赢，可能现在呢还是怎样，有部位套牢哦，也许你做多然后被套，也许你做空被嘎，都有可能。可是我们却很早呢，在今天呢就已经打完收工了。那到底结果如何呢？我们呢等一下就会跟各位来做分享。那么在今天呢，除了分享我们的这个怎样专业当中操作之外呢，更重要的是，这个中秋节啊，各位先看一下侧标哦，这个侧标我写得很清楚啊，中秋佳节快乐啊，今天有一个惊喜的一个东西啊，有一个惊喜的一个资讯啊，要跟全国投资做分享啊，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这几天啊，明天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补假，补中秋节的假，这三天你只要有看到本节目的话，我相信你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惊喜哦。那这份礼物我要真的跟全国投资朋友分享，也是为了要怎样来庆祝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好，那直接切入正题哦，今天的期指上冲下洗哦，这个怎么样多空交战激烈，到底要怎么操作？我说过每一天的期指的操作咧要怎么赢，第一个本身你是高手嘛，本身你是高手你就会经常赢嘛。那第二个咧，你如果不是高手的话，你一定要跟到高手，家你不是高手你就要对着高手啊，如果不然就是怎样，你要有一套够强的怎样操盘武器来协助你操作。那如此一来操作期指，你就会发现每天都好像吃卤肉饭一样，而且会赢得很习惯。所以今天开门见山，我先来告诉各位期指要常常赢的一个秘诀。期指如果当冲你想要常常赢的一个秘诀，第一个你本身要是专业的一个操盘高手，那如果不是的话，你一定要跟到专业的人士，接着呢你要用对专业的工具，那么如此一来你就会自然呢就会赢得很习惯。那首先我们一步一步来看哦，今天的盘要怎么做。我说每天的盘都一样嘛，就是在高点放空，在低点做多嘛，高点放空低点做多，你自然而然你就会成为一个怎样快快乐乐的大赢家。那今天要怎么做？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哦，各位我们来验证给各位看哦。我说其实你要怎么样才能够常常赢，第一件事情你一定要跟到专业人士，第二件事情你就要用对专业工具。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要怎么做。第一个秘诀，跟对专业人士。来，我们今天第一笔单你看多早出手，8:48，有炸不？今天早上亚洲期王8:48就带领的会员呢成功的交易了第一笔，
那做什么动作？我们来看一下，期指目前在8128附近，干什么？直接试价做空。在8128附近，我们今天就带领的会员直接试价做空。我想这个call讯你只要收到之后，你会发现根本呢今天会赢得很开心。也就是我所说的期指的长胜秘诀一，你一定要跟到专业人士。那么亚洲期王今天在8:48，可能应该是投顾界里面最早出手的一位分析师。我告诉我们的会员朋友，今天就是要做空。在哪里做空？8128空单进场。我们来对价对时，这个是8:48会员收到call讯的时间哦。各位，一分钟过后，就算用市价下去做，刚刚好也会成交在怎样8128这附近。其实我们的这个市价单都很干脆，就是要会员你就直接市价下去做，只要点位差不多的话，就直接下去做。那今天刚刚好嘞，用市价进场去操作的话，你大概就是会空在8128这个地方哦，在这个地方，那一笔单我们都会要求会员朋友至少要嘞来进场嘞，至少操作这个两口大台子。好，那么如果你是长期收看我节目的话，今天啊。会非常的清楚的知道做多停利什么看什么，做空停利又看什么，做多停利看压力，做空停利怎样看支撑。那么第一步我们是做空嘛，今天的第一笔单我们是做空嘛，那做空停利怎样，当然是看支撑嘛。那今天的支撑要不要拆？今天的支撑不用拆，其实每天的支撑压力你都不用拆，你只要有一套系统，它叫仙人指路精装版，2015年才出来的这套系统，你就会很清楚的在一开盘的时候，将所有你多单该出场的这个怎样压力点，以及空单该出场的怎样的支撑点，你全部都会规划好。那么这么一来的话，你的操作呢就会如虎添翼。像今天我们的第一笔单8128空单进场，对不对？支撑要不要拆？不用拆。8:46，各位，你发现什么？今天预挂做多的点位，它叫8064，预挂做多8064，预挂做多。各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8064啊，这个点位实在漂亮到不行。因为早上我们呢是在哪里？8:48嘛，8:48在大概这个地方8128这个地方放空，放空完毕之后，它瞬间在现货开盘之后，它下杀到8061早盘的最低价，第一次的低点，第一次的低点它叫8061，当然后面还有出现更低点，但是早盘的第一次的低点它叫8061，我们的空单就是在第一次下杀这低点的这个地方就应该要出场了。因为一开盘的时候，我们的系统算出来的支撑点它就叫做8064点。那我说了，期指长胜的秘诀第二是什么？用对专业工具。如果你今天拥有这一套仙人指路精装版的话，如同我所讲的，要长胜的秘诀第二个秘诀就是你要用对专业工具。早上的第一笔空单我们是在8128放空，接着该在哪里补？8064。谁说的？电脑说的，我们的这一套系统说的8064。那么如果你补在8064，你会发现你几乎是买在早盘的最低点啊，第一次杀下来的这个最低点啊，它叫8061啊，它只杀到8061又反弹上去，而且反弹的幅度各位很大哦，你可以看到这边拉近哦，反弹到哪里？8132。这一反弹就几点？60几点呢，所以吼，底下记得说来，第一次低点来临的时候，你只要买到的投资朋友，你随随便便要赢它个30-40点都不会很困难。第二次甚至还来到8125，在9:39。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哦。这个地方空单停利看支撑，出掉之后跌了128点之后，接着8064嘞多单进场，也就是第一趟哦，行情急杀，十月期指今天下杀的最低点来到哪里？拉近8061这个地方，给我们买到了，给我们的会员朋友刚好也接到了哦，给我们会员朋友刚好接到早盘的这个怎样的一个低点的一个地方。那买完多单之后该怎么出场？因为今天曾老师咧要比较早出门录影，所以我今天很早咧快刀进快刀出，我们在几点就收工了？9:42我就叫会员收工了。来，各位，8064长波转折的支撑点多单，当冲的会员朋友可以在哪里？8114附近怎样就直接试价出场，用试价的方式出场。那么我们来对价对时哦，这9:42哦，大概1-2分钟之后，会员朋友实际成交的价位，我们都看实际成交的价位，市价实际成交的价位它会有一点滑价，但是也出得很漂亮，出在8108点，还在8100点以上。好，这个地方出场之后，我们不到一个小时，今天就快乐的收工了，就欢度怎样中秋佳节去了。8128今天的第一笔单放空，来到支撑点放空停利怎样
看支撑，支撑点出掉之后，它跌了128点，两口单跌128点，支撑点再做多，来到了9点42分，请会员试驾出场之后，它涨了怎样？88点，一笔空单，一笔多单，两笔单加总，不到一点钟的时间哦。我们今天几点出手？8点48分，8点48分出手第一笔，来到9点42分，这个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你看一下我们多快乐的收工。涨跌216点，涨跌共计216点。我说操作棋子真的有必要冲来冲去吗？有必要吗？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十月棋子的走势图到现在的变化。如果你喜欢在那边冲来冲去啊，我敢讲这个地方，这个所在，十对五人去用八个阿妈袂认你阿熊，特别是喜欢用那些怎样很阳春的红买绿卖的这个操盘软体的投资朋友叠加，十对去用八喜，我袂甲你骗，因为这一段下杀。有几点的空间，有大概很大的一个空间，它叫几点？从8152下杀下来，大概有80-90点的空间。8061再弹上去到这个地方，它有60-70点的空间，再杀下来又60-70点，再弹上去又60-70点，光这样被扒啊！因为冲来冲去啊，你可能就损失掉100-200点哦，好几趟嘛，被扒来扒去嘛。所以我说操作棋子最重要的是什么？我常在讲的 mega 的叠加。高点转折跟低点转折这两个点，你只要拿捏得当，你只要有工具帮你计算，你只要跟对专业人士，像今天专业人士会带你在今天早上8点48分8128就进场去放空，放空提力看什么？看支撑，空单空下来之后再支撑出掉，它跌了128点，那么支撑点呢？做多之后来到了8108，我们用试驾的方式出掉之后9点42分快乐的收工，就这样做两趟，涨跌就216点，后面的行情我留给别人去赚，好，我留给别人去赚。但是你可以发现到后面根本就没有什么行情，根本都没有行情嘛。你听我意思不？我们最精华的就是这一段下杀以及这一段反弹哦。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8125最高在9点39分，我们请会员朋友在什么时候出掉？9点42分，9点42分就出掉，有没有？就是第二次的高点来的时候出的多漂亮。所以说做期货根本就不需要冲来冲去，一点都不需要冲来冲去。那当然这个高兴归高兴，我们还是要做一下强调齁，我们在这个电视节目上我们要做一个郑重声明，所有的这个专业操作分析仅只分析指数的怎样涨跌点数，我写的都是涨跌点数哦，仔细看哦，并非论述操作绩效点数，法令规范我们分析专业操作绝非保证确可获利，金融市场风险与报酬共存，过去绩效不代表未来绩效。我常讲你要怎么样才能够战胜棋子？你必须要在8点46分成为高进，高进就是他。我想大家都认识他，有看过这部港片的都知道高进是谁。那高进就是要高出低进，每天棋子都一样，懂得高出低进，你就会市场上的赢家。像今天高点，我就带着会员试驾去放空，来到了低点，会员朋友在8点46分就知道这里是转折点，在这边出掉128点，转折点知道之后再做多上去。8108再出掉，再涨它个88点，两段加总216点。各位，高点转折放空，低点转折做多。而我说了，如果你今天因为使用其他操盘软体而被扒的话，我必须要告诉你，未来城市交易的战争绝对是在转折的精算，绝对不是红买绿卖。谁能够算出转折高点跟低点的话，谁就能够在未来独霸市场。那我们这一套系统，你可以看到过去有太多无数成功的经验。9月18号最低8383。请你仔细看哦，8383是最低点哦。我们的系统不用猜，你完全拥有它，一开盘你就会知道做多的点位在哪里，很清楚很明白。8383刚好命中了怎样？9月18号的一个最低点就在这个地方，9月18号最低在这里，有没有？8383一字不差，有没有看到？那做多上去之后，空要在哪边放空也非常的清楚，也都是在8点46分，如同你所看到的9月18号最高8456，我们的会员朋友知道做空要在哪里做空，做多要在哪里做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轻轻松松154点，赢得又轻松又简单。再来看一下9月15号最高，它叫8333，这需不需要猜测？也不需要猜测哦，拥有一套精准的计算机，完全一字不差，在8点46分你就可以打电话给你的营业员去预挂做空8333，刚好空到9月15号的最高点。各位，这么一来的话你会发现什么？棋子你是不是就可以常常赢得很轻松又很愉快？
为什么？因为你拥有专业的工具来辅助你操作，所以高点低点你抓得漂亮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嗲嗲弄个压个惯系惯系，嗲嗲弄个压个惯系惯系。所以说，在今天啊，刚好又遇到了这个中秋节连续假期啊，曾老师心情非常的开心。我们很早就收工了，做了两趟嘛，这两趟的涨跌点数竟然就200多点，所以曾老师心情非常的开心。我相信会员朋友，全体的会员朋友也都非常的开心。那我希望这一份开心呢，能够跟全国投资朋友做一下分享，特别是这个连续假期来，中秋节大家欢喜就好，大家高兴就好，没关系，开心就好。曾老师愿意做一些退让，怎么样退让？这里有一份惊喜的好礼，有非常惊喜的一个好礼，我要呢跟全国投资朋友做一个分享。这个惊喜的好礼啊，我希望啊你能够善加留意这个中场资讯啊，这个啊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过，我敢打包票。以前我绝对没有这么样子做过这样的一个惊喜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内容到底是什么？我想待会中场资讯呢，你好好认真的看清楚，绝对会非常的惊喜，也绝对会非常的满意。这边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谢谢各位。看你这么年轻，怎么就气喘吁吁的？爷爷，你怎么都不会喘？除了运动，我也定期做体适能检测。体适能检测，你看。全国各县市都设有体适能检测站，提供民众检测项目，包括肌力、肌耐力、心肺耐力等多项检测，还有英法族专属检测项目哦。这里的教练亲切又专业，那我也要定期来检测。运动99，健康99，教育部体育署关心您。曾老师庆中秋开心假，保证满意开心。棋子特惠讯息、周选择权讯息、棋子操盘软体。188专案，188专案，188专案，188，188，棋子特惠讯息、周选择权讯息、棋子操盘软体，超值惊喜价，超值惊喜价，限定9月25号、26号、27号、28号四天，欢迎马上来电2578-3777。哇，为什么肌肤这么水嫩 Q 弹？因为我有闪闪闪水茉莉。日本专利玻尿酸，洗澡就像敷面膜，超水美肌，天天谈恋爱，真的好弹。沙拉沙拉水魔力沐浴乳，哎，哪家手机话费最便宜，可以吃到饱啊？是远传、台哥大，还是中华电信？都不是，想要假爸爸吃饱饱，就找曾老师。曾老师给你788-788吃饱饱，假爸爸期货给你特惠服务，周选择权送你操盘软体。曾老师788吃饱饱，火力几盖假爸爸，请拨02-2578-37772578-3777。奶酪妹 ，QQ， 红豆哥，香香 ，QQ， 香香，香香配 QQ， 爱之味奶酪红豆，香 Q much much， 甜蜜的邂逅，爱之味奶酪红豆，爱之味。棋王团队期货操作给您三大承诺：一，每日一定出手；二，市价进出一定成交；三，停损停利严守纪律。我们拥有一套快狠准操盘系统，帮助投资人快速累积财富。快，多空立判机不可失；狠，顺势加码推升获益；准，停利停损确保不失。战胜期货，选就选最好的棋王团队，请拨02-2578-37772578-3777。谢谢你这么用心熬红豆水照顾我。精选万丹红豆，自然食材，先煮后焖。浓浓红豆香，水当当好气色。万丹红红豆水。哎，哪家手机话费最便宜，可以吃到饱啊？是远传、台哥大，还是中华电信？都不是，想要假爸爸吃饱饱，就找曾老师。曾老师给你788-788吃饱饱，假爸爸期货给你特惠服务，周选择权送你操盘软体。曾老师788吃饱饱，火力几盖假爸爸，请拨02-2578-37772578-3777。洗发就可以让你惊艳哦，新566洗润发乳，添加乳油木果油，润泽加倍，修护零毛躁，
Fly Seek Sexy， 洗发就可以让你惊艳哦！566洗润发乳。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来继续来分享一下我们呢今天的一个操作。我们今天的操作，我说了，行情呢其实上下整理，到目前为止已经快12点半了，行情怎样？目前期指只有小跌一个7点，不到10点。那么在这么上冲下起的一个区间震荡盘里面，我们今天如何操作？来，第一笔单，我们就是做空。长胜的秘诀第一就是一定要跟对专业人士。今天第一笔单我们就试驾放空，空完之后整个往下杀，杀到哪里不用猜，杀到低点的时候，我们的系统在一开盘就会帮你算出来8064做多，在这个地方补掉之后跌它个128点，接着多单再进场，轻轻松松操作不到一个小时，在9:42我们就怎样快乐收工，欢度中秋佳节。今天两趟216点，我说很多人喜欢冲来冲去，可是我敢讲一件事情，你今天不管做几趟，那个喜欢冲来冲去的、啊、我敢讲一件事情，做了5个小时未必都有这样的成绩。那既然这样何必冲来冲去，你只要那个转折点，我说过只要转折点抓得够漂亮，每天做它2趟，一趟多单一趟空单，轻轻松松快快乐乐，甚至有时候不用一个小时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这是期指的部分选择权，昨天跟各位分享，我们今天还是一样不开牌，我们昨天有重新布局，我们空买权也空卖权，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赢取这个时间价值。那今天我们怎么做？我告诉我们会员朋友来拉近，攻击班卖方乐视策略，今天部位非常安全。为什么？那今天的盘根本就不太动，你知道吗？虽然上冲下洗震荡很剧烈，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你看像现在期货，它只有这样，起一下2点，起一下1点，等于讲无声咧叮当，你听我意思无？就整个大盘的一个区间，今天整体来说是没有什么动，我们就是喜欢它不喜欢，就是它喜欢它不动。那不动的情况之下，我们只要锁定这个区间，结算价的落点在这个区间，我们就可以怎样全部把这个权利金收在口袋里，赢得这个时间价值。所以目前部位非常吻合预期，我们全部流仓赢取这个时间价值。我说过这个卖方啊，各位你们要学会做、啊、不要说什么卖方什么风险无限都吓到不敢做，其实做这个卖方咧才是真正专家在做的事情。为什么？我分析给各位听了、这个选择权我们之前有做过这样一个卖方乐视策略、空卖权也空买权，两边空，那只要这个结算的落点它在790到8450之间，我说过了，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落点在这中间，你可以赢到这40点的权利金，相当于2000块台币，那它一组的保证金我们抓20000就好，事实上不到20000，只有10000多，你只要抓它个20000块，你发现什么？5天，哎，各位，你把20000块放在银行，5天的利息有没有可能10%？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说真正有钱人啊，真正好雅人啊，他们卖方他们也会做，当然买方你说翻倍那个我也会做，我会选择在礼拜或礼拜三一个礼拜就出手一趟做买方。那这个买方的资金要怎么来？我也说过，你必须要利用其他的5天，周选择权的生命啊，它的周期啊，就是刚刚6天而已，礼拜三开仓嘛，礼拜四礼拜五哦，那像这次中秋节又少了一天，它只有5天，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那下礼拜礼拜二礼拜三礼拜二才开盘嘛，所以利用这些时间，你在礼拜二礼拜三你出手做买方之前，你先去做卖方，让它的时间价值咧把它给赢到之后，你拿这40点的权利金，将近40点哦，到礼拜二的时候，各位你这时候你就可以去做买方了啊，那挺好意思哦。那可能当然有一些不太懂选择权，你可能听不太懂，听不太懂没关系，我说了我会带你做，我会带你做买方，我也会做卖方，我也会做，像我们现在就是卖方策略、稳稳的等这个时间过去、它只要落点区间在我们的这个预估的范围内，像现在期指起一个5点，等于没起也等于没落，没什么起也没什么落，在这样的一个区间里面，各位只要维持住的话，等到礼拜二礼拜三时间价值压缩到很窄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呢去出手做买方，方向只要做对的话，拿这些卖方赢来的钱去做买方，再做对的话，它就倍数翻了，3倍、5倍、8倍都有可能。所以说，在这个中秋假期啊，
这个越讲越开心啊，岂止今天216点的一个涨跌机会，选择权下个礼拜二哦，一开这个怎么讲收价之后，我们马上就要进行布局这个买方策略啊，又是翻倍的机会。在这个地方啊，曾老师真的要跟全国投资朋友做分享，中秋节真的很快乐，那中秋节老师心情也非常的开心，有一份惊喜的好礼啊。我说我从来没有这样子过，我可以说是让步再让步了，已经可以说是让步让步再让步了。为什么让步？因为我希望大家开心哦，我跟刚好曾老师今天心情也开心，我也希望把这个开心的气氛呢跟全国投资朋友做一个快乐的分享。怎么样快乐分享？这个中场的资讯啊，你待会只要认真看，只限定这几天，这几天就是从今天，它叫做怎样？9月25号开始，25号哦，明天26号放假，27号放假，教师节也补假，一直到教师节为止啊，就没了，就真的没了。我必须要先这个很清楚的告诉投资朋友，这个中场的资讯啊，等一下你认真看，有一份惊喜的好礼哦。这个惊喜的好礼呢，我要跟全国投资者做分享，也是等于说，曾老师要将我的智慧以及操盘的技术，利用这个中秋假期，哦，把它当做一份好礼物，哦，帮他当做一份好礼物来跟呢全国投资者分享。因此，真的善加的利用呢，这几天连续假期哦，25、26、27、28，25、26、27、28，细干的细干，善加把握。最后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我们下周见，谢谢各位。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想吃泰式绿咖喱鸡吗？古盛绿咖喱新上市，曾老师庆中秋开心假，保证满意开心，棋子特别会员讯息，周选择权讯息，棋子操盘软体，超值惊喜价，来电询问就知道，绝对让你感到惊喜，感到意外。188专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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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定9月25号、9月26号、9月27号、9月28号这四天的时间完成。这四天的时间完成，绝对让你超值惊喜价，抢得先机，先赢再讲。现在随着你的手机啊拿起来，马上立刻来电02-2578-3777，02-2578-3777。